多，最后的说，希望你能好好过。当你决定离开我，难道没有一点点心痛？亏欠忘了说，我想是你懒得开口。双手碰撞着最痛的伤口，呼吸最后一秒钟，闭上眼泪温度的午后，呼吸最后一秒钟，闭上眼泪温度的午后。耶，我也是尽量喜欢去，但是就是还是不准，然后你先跟大家调一下。好。